的一个出色之处在于它就是让我的战争能够保持不断，以及战争如何使人丧失理智。对于多数参加过越战的老兵来说，越南则是一个充满了很多回忆的大陆之地，而越战给美国人心里留下了阴影，更是直到近年来才逐渐消散。野战牌作为一部战争电影来说，涉及到的战争解决问题是一个关键的How you doing? I'm just fine, sir. Well, that's good, because you got sick.